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课本28页啊。那今天啊，我们要来讲这个经文的解释啊，《大智度论》啊，从这里开始解释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那前面啊，都是在赞叹三宝。那么讲为什么啊？那么要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就是说佛为什么要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？然后讲这个般若的21件事。好，那现在开始解释啊，解释这个经文。那大智度论在解释经文前面非常详细，那后面啊就没有那么详细了。那么前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，然后再应论生论啊这样解释的。那后面啊，因为前面的都解释过了，所有的问题都处理过了啊，所以后面就一大段一大段经文啊，那稍微讲。那当然啊，那原来的大智度论，据说啊，那么比这个更多。那后来鸠摩罗什把它简化。那鸠摩罗什翻译有一个特点啊，就是他第一个，他意啊，就是取他的意思；第二个就是他会简易啊，就是简单啊。那比如说啊，我们举个例来讲，那比如说《心经》里面啊，当然这个《心经》是玄奘翻译的啊，但是我们举例啊，比如说这个“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”那么照理讲啊，那么要受不异空，空不异受；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；想不异空，空不异想；想即是空，空即是想。那么照理说，一个一个都翻译，但是前面这样，后面啊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，就简单了啊，就一样，跟前面的一样啊。那这个叫做简易啊。那甚至我们说过啊，那因为翻译里面常常有说啊，中国人好简啊，三个字的啊翻译成两个字，阿罗汉翻译成罗汉啊，那么四个字的也翻译成两个字啊，菩提萨埵啊翻成菩萨，那两个字的啊就更简单了，两个字已经很简单了，不行啊，再翻译成一个字，佛陀啊就翻译成佛啊，那么僧伽就翻译成僧啊，达摩啊意义翻译成法啊，类似像这样。那么这个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一个特色，就是它简易。当然，其他人也有这样翻，但是就是说，我们从翻译的风格来讲啊，那么第一个，它的量减少啊，那大智度论本身啊，那听说好比这个更多了啊，那他把一些不要的去掉了。啊，就是说就翻重要的啊，那么当然因为翻译的时间也有限啊，像玄奘带回来的东西翻得那么仔细，他只翻1/3，有2/3还没有翻啊，那你看那他就有得有失啦。那么如果玄奘像鸠摩罗什这样翻简易的话，他有可能翻了2/3啊，那因为他很仔细，像大般若经他就这样一个一个翻的话，他没有简略的话，那么他带回来的经典他只翻了1/3啊，那其他的2/3呢，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，也找不到啊，范文也找不到了，也不知道在哪里了。好，但是有翻出来的啊，那就会流通啊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先知道大智度论的一个方式。那前面非常详细啊，那单单如是我闻啊四个字就用了很多的篇幅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利国啊，这个就用了很多来解释。那如果我们一般普通的解释，啊，
就简单，没有那么多了，没有。你看他用了几卷来解释啊。那么如果一般人就说啊，那么有这么一天，我听佛这么说啊，就简单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如是我闻一时啊，这六个字。好，那他前面有讲，先提问：诸佛经何以故出称如是语？好，他现在解释这个。我们还没解释之前，我们先来探讨如是我闻啊。那么这个经初放的，就是每本经前面都有如是我闻吗？就是说我们在了解如是我闻解释这个之前，我们先要确认几件事啊。那么大概就是第一个，有我们就是三件啊，三个问题。不是，不是所有的佛经前面都有如是我闻，不是，不是所有的佛经前面都有如是我闻呢。法句经啊，我们说结集，基本上现在的佛经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大部分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佛经啊，经律论基本上分三大部分。第一个就是在佛陀入灭以前已经有结集的啊，比如说像法句经这种啊，寄送的简单的，这个在佛入灭以前就已经有了啊，有结集的啊。那么像阿那律啊，早上在诵经，诵的就是那些已经结集的，大家背起来的法句经啊，通常都是法句经这种啊。那么像法句批经，再加上故事的也没有啊，四十二章经也没有啊，四十二章经基本上很多还是依法句经的啊。那像疑教经，疑教经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，它也没有如是我闻啊。啊，好，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佛经都有如是我闻。那我们说，现在我们的佛经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大类。第一个就是佛入灭以前已经结集的，啊，像法句经这一类，啊。那么第二种就是佛入灭后大家设结集的，这个是主要的，我们把它叫做根本佛教。佛入灭后大家设结集的，那么大家设结集的主要其实只有杂阿含，那么这些杂阿含不是我们现在的杂阿含，它有可能后来分散到中阿含、长阿含、真一阿含，那后来慢慢啊，越加越多，越加越多，那么才把它分类成四阿含。那原来只有杂阿含啊，那南传的这个相应部。好，那还有律啊，那是律是一开始据说是八十颂律，那后来因为部派啊。变成啊，慢慢十诵律、五分律、四分律啊，同叠律、根有律啊，摩诃僧祇律啊，那么十诵律啊，反正就很多了啊，就开始分很多律。那最早结集只有法跟律，最早结集的经就是杂阿含，但是不是等类似，就是差不多像我们现在的杂阿含，但不是我们现在的杂阿含，因为原来的杂阿含的很多经抽到放去真一阿含、中阿含、长阿含。啊，但主要还是杂阿含啊，这个我们必须知道啊。那越来越多嘛，所以叫分裂，分成四部。好，这个是第二个，第一个就是佛入灭以前结集的，叫做类似像法句经这一类的，但是不自己有法句经啊，那类似像法句经这一类的，那么但是不多就是了。那第二个就是大家是结集的啊，以杂阿含经为主的，那么四阿含啊，那其他的基本上是后来又加进去的。那么这个在佛入灭之后到部派以前啊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，因为到部派以前它佛入灭没多久，然后大家是结集了没多久，那么开始啊，大家又觉得啊，那我也听佛说什么，也听佛说，再慢慢加慢慢加慢慢加啊。那到部派之后啊，到部派之后，那么开始又有很多经典啊，那么加进去了啊。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分了，就佛入灭大家是结集的跟大家是之后的，通常可以这样分的啊，我们就把它分三大类啊，就佛法、佛经。啊，就分三大类，第一个就是佛入灭前的。啊，那基本上这个是民间结集的。啊，然后就是自己结集，然后自己这样背的。那么佛入灭后他没有多久啊，据说是三个月还是多久啊？那大家设结集的，啊，
大迦摄结，大迦摄跟阿难啊，主要是大迦摄主导的，大迦摄结集的，就是第一结集啊，第一结集。那后来开始就有第二结集、第三结集、第四结集、第五结集啊，就很多了啊。那么就是佛入灭后，就是大迦摄结集之后的啊，基本上就分这三个了。大迦摄结集之后的，那大迦摄结集之后就分很多了啊，比如说阿含经有部会的，就是大迦摄结集之后再结集的啊。然后后来就有所谓的大圣经啊，然后大圣我们就越来越多了。我们就把主要就分可以，那也可以分说。啊，就部派之前跟部派之后的啊，那么也有啊，但是部派其实初级大圣也是在部派那个时代的，那么就大概就这样分。好，那么佛经，这个都是佛经，这三大类。那么法句经，大陀入灭以前结集的，那么不一定有如是我闻，这个就不一定了啊，这没有，它不没有如是我闻啊，像法句经这一类的是没有如是我闻。那佛入灭后结集的。也不一定有，但多数是有的，四阿含里面都有啊，但多数是有的。那大圣经典也有，但是不是也不是所有的都有啊。那比如说像一教经，像四十二章经啊这一种，那么它也没有前面也没有如是我闻。那一教经很明显是佛之后才结集的啊，就是，但是它有些有单行本啊，它印出来它只要讲那一种啊。那么四十二章经是。基本上是依法句经的，或是说依阿含经里面把里面重要的东西、重要的道理拿出来讲的，啊，就好像把《论语》里面孔子比较重要的话拿出来说的，他也不一定有如是我闻，啊，那么佛灭后就是大迦摄结集之后的，很多都有如是我，因为就变成惯性了，啊，那么就有如是我闻了，啊，那么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所以第一点，如是我闻。不是所有的佛经都有如是我闻，不是所有佛经都有如是我闻，前面都有如是我闻，不是所有的佛经前面都是如是我闻，初啦经初都是如是我闻，不是所有的佛经在经的最初都有如是我闻，不是，啊不是，第二个。有如是前面有如是我闻的，是不是都是佛经？也不是，啊，经初有如是我闻的啊，就皆有如是我闻。那么有些人说，是不是佛经看他前面有如是我闻就知道？不一定，哈哈。那么第二个，只要在这个经前面有如是我闻的，不一定是佛经。那么这当然不是佛经，它还有分，啊，还有分，就是说，它很明显不是，但是它里面有一些佛法，啊，就掺的啦，但是它讲的又不太合乎，啊，那么就是说很明显它。我们可以明显看出，它是在中国人自己依着佛经这样编起来的，那么夹杂着自己的观念。当然，在印度人也有夹杂印度教的观念、婆罗门教的观念了，也有这一部分。很多的密教的很多经典，其实它有如是我闻，但是它里面不一定讲的是佛法。我们就举一本啊，不是说，并不是说你经初有如是我闻的就是佛经，不一定哦。啊，它很明显是中国人造的，而且造的东西是掺杂的，它不是佛，不是佛，也是佛弟子说的，也不是从印度来的。但即使不是印度来的，它也不一定不是佛法。比如说《六祖坛经》，啊，中国人造的，但是它是合乎佛法的，但是它又不完，就不就是不太完全符合佛法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现在还有人在流通的《天地八阳神咒经》，啊，有这本经啊。那你在藏经里面应该是续藏还是按藏里面有，我不晓得，好像就是找也有，它前面也有如是我闻，但是你很明显知道它不是印度来的，也不是佛说的，为什么？哎，你看它的内容就知道了啊。他说，举个例了，我们只是这样讲啊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它里面有讲到什么叫做人呢？人就是真正啊，比如说他这样讲，他说什么是人？
人是真正。那左撇为真，右撇为正。那这个字，这个是中国字，印度人哪是这样写字的？印度的梵文不是这样的嘛？印度人哪有？印度的人不是这样写的啊？左撇为真，右撇为正。当然里面讲的很多，也有一些些就是告诉人家啊，说每一个时都是好时，每一个日都是好日，每一个月都是好月，每一个年都是好年。你不用去看那些看日子啊，什么样呢、啊？那你里面又有什么青龙白虎、朱雀玄虎？这个只有中国人才知道的，印度人哪里知道这一些？那里面又讲到啊，佛说的这些法啊，又有大智度论，又有瑜伽论。佛陀时代哪有大智度论？佛灭后大迦叶时代初期大乘才有的，很明显它是很后期。那么中国人啊，里面还有很多观念啊，就是把它汇合起来，然后再依自己的道理这样去讲，这样去讲的。那么类似像这样的其实还很多，啊，那么所以并不是他前面也有如是我闻啊，如是我闻一时啊，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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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那有些都是不是正确的，他也写意境翻译的啊，哪有可能意境会翻这个东西，啊，像瘦身经，那瘦身经说人死是跟阎罗王借钱的，啊，然后要，所以我们库钱是这么来的啊，啊，死后要烧库钱，为什么会烧库钱？啊，清朝很流行瘦身经。那么《瘦身经》里面有说，每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都是跟阴间借钱的，所以在死之前要还钱，最慢最慢死的时候要还钱，所以才流行烧库钱啊，要记录库。然后你没有烧库钱，你以后就会受苦，你再来的时候你就会受苦。那你还钱了，啊，你投胎会投到好人家，啊，那会长得比较庄严，类似像这样的，啊。那不同生肖的，要还的钱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你这个时候来出生借比较多钱，你下个月来就不用出生那么多钱啊，因为下个月可能饥荒啊什么样啊，反正就是像这样啊。然后每一个人要看他的出生年月日要还多少钱，啊，这个怎么可能是佛法呢？但是他就跟你讲这个是玄奘啊，去看到翻到有这个然后翻出来的，哪有可能就随便乱讲。好，那么像这一类的经在中国也蛮多的啊，那密教里面有很多讲的啊，念个咒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那个不可能也是佛说的啊，但是他也有可能前面很多都有如是我闻。所以第一点，不是所有的佛经都有如是我闻。你看前面没有如是我闻啊，这个不是佛法，不一定哦。像一教经前面没有如是我闻啊，它是不是佛经？是。第二个，有如是我闻的不一定是佛经。那么所以不能够用是不是如是我闻来说它是不是佛经。那么第三个啊，那么比如说它这个大智论里面也有说到，大智论里面在哪里呢？啊，我们看一下第四十页。好，第四十页翻到这个它卷二里面，它有提到为什么佛经前面都会讲如是我闻，啊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三段啊，佛分别打四十页第三段这里，啊，他说我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宝藏，是藏出应作是说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方某国土某处森林中。好，那么其他的没有谈到，但是大智度论跟大波涅槃经，就大波涅槃经是属于阿含部的大波涅槃经，不是大圣的大波涅槃经，啊，那么大波涅槃经里面也谈到这个，说佛要入灭之前，阿难问佛，啊，大智里面也讲到，啊，那么佛要入灭之前，阿难问佛，世尊啊，你入灭了之后，结集经典前面要放什么？啊，那佛就跟他讲。就放如是我闻啊！我以前刚读书的时候也读到这个，我就这样认为，其实不是，啊，那这个是传说啊，但不是事实。就是说，前面放如是我闻不是佛规定的啊，就变成是啊佛决定的啊，以后结集经典就放如是我闻，但事实不是这样啊，就是说如是我闻。第一个，我们先说到如是我闻这个概念，第一个不是所有的佛经前面都有如是我闻。第二个，不是放如是我闻的就是佛经。第三个，放如是我闻这个不是佛规定的，啊，
那谁规定的？大家社规定的。从大家社之后结集之后啊，那卢斯瓦文是阿难啊，阿难也，你说是不是大家社规定的？应该也不能，因为没有，也没有证据说是大家社规，但是就是阿难在告诉大家，这是我听佛这样讲的，他只是在说这样啊，因为阿难是多闻第一，这是我如是经、如是语、如是论的，这是我听佛这样讲的。那么阿难是结集经的啊，那其他的阿罗汉，不一定结集出来的经不都是阿难讲的，不是其他阿罗汉也讲，有五百阿罗汉啊，先结集律啊，然后但是来结集经，他说这是我听佛这样讲，其他阿罗汉也是这样讲，这是我听佛这样说啊，就是这样，他不是佛规定的，因为我早期学佛的时候啊，因为看到这个也说啊，大家也都这样讲啊，佛陀要入灭之前，阿难问了几件事，这个我们到这个四十页这边第二卷的时候再来仔细讲。这阿难问了佛几件事啊，比如说佛入灭后要依什么而住啦啊，然后这个恶性比丘要怎么处理啦啊，然后就最后就问到，那结集经典的时候经前面要放什么话啊，佛说之后就放如是我闻，这个跟事实不符合啊，就是说前面如是我闻不是佛规定的，他只是阿难这样说的啊，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社有这样规定，但是后来结集之后经前面都有如是我闻啊，是这个我们要稍微知道啊，因为佛入灭，佛并没有预计受记大家社结集经典，大家社之所以会结集经典，是因为佛入灭了之后，佛入灭了之后，那么大家社那个佛在居士那，大家社在王舍城，王舍城跟居士那是离很远，居士那在舍卫城下面啊，不知道上面的下面，就在附近，王舍城离舍卫城很远啊，是两边啊，这东西方两边的啊，中间还有个毗舍离啊，那么是离很远的，所以大家社是王舍城救人，就是他都住在王舍城，所以他为什么要去王舍城接济？王舍城他的势力范围啊，那些都是他的信徒啊，信仰他的，他也比较有办法啊。那么，所以他那但是佛是在居士那入涅槃的，所以佛入涅槃的时候，大家社是不知道的。但是大家社后来知道了，大家社要赶去居士那。照理讲，他有神通，飞着就去了，但不是他一个人去，他带着很多比丘去，有些比丘没神通啊。啊，所以他们是用走的，走了很久走去的，好像走一个礼拜啊。那佛要举火，一直没办法烧嘛，所以等大家社来啊。那去到的时候，半路有一个比丘啊，那么就问这些人，你们怎么神情都这么不好啊？那么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佛入灭了。那个比丘听到了之后，很高兴说啊，佛已经入灭了，那好了，以后没人管了啊。就是因为佛规定这个也不可以，那个也不可以，啊，那么越规定越细，戒律后来越来越细嘛，那么他就觉得啊，以后没人管了，很好了。大家这个时候心才求一下，哎呀，佛刚入灭就这样了。佛如果入灭了，那佛的法跟律所说的法跟律就会产生变化。所以他是因为这个因缘，他才想到佛入灭了之后，他才想到要结集的。那么佛并没有受记说啊，大家社我入灭之后你要结集经典，没有。佛入灭之后，八王在分舍利，大家社就回去，那么公告，因为佛要入灭之前，大家社是不在场的。大家社去见佛的时候，佛已经入灭了，那个时候是要土比要火化了啊。大家社是去土比火化取火的，他没有见到临入灭前的佛。所以佛也不可能跟大家社说，大家社也不可能去问佛啊，那不可能的。但是有一些经典，他就会记载这样，像《大智度论》啊，那么他大概就是依那个《大波涅盘经》后分，《大波涅盘经》有一个后分，就是有记这一些。那么这个很明显，它不是事实啊。但是大概只有《大智度论》跟《大波涅盘经》后分有这么说，其他也没这么说啊。那就是说。如是我闻并不是佛规定的，以前我也认为如是我闻是佛规定的，以后佛经都要放如是我闻，
但其实不是啊。所以我们先讲，就是有三点。第一个，不是所有的佛经都有如是瓦文，它是佛经，但它没有如是瓦文。在大迦摄，在大迦摄结集经典啊，大迦摄结集之前，跟大迦摄结集之后，我们可以这样分啊，就佛法来看，大迦摄结集之前基本上都没有如是瓦文的，大迦摄结集之后有，大迦摄结集的经典有，但大迦摄结集之后的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多数有，但是有的也没有，啊，这个我们就从这样分大概就知道了，啊，好，那这个第三个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就是。如是我闻并不是佛规定要放上去的，放在所有的经里面的啊，因为大智论里面有谈到这件事啊，所以我们就先讲啊。那么佛入灭后，大阿难问了什么啊？那么佛说了什么啊？那因为大智论里面有很多故事，我们先要了解哦。大智度论龙树是出奇大圣的集大成者，所以他听到了很多故事，收集了很多资料。他把它汇整起来，所以大智度论号称是佛法的百科全书，啊，就是出奇大圣。那么他收集了很多资料，那么这些资料，啊，都是辗转传过来的，有些是事实，有些可能不是。但是龙树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，他站在大圣的立场，他都会尽量采用，啊，这个是比如说啊，比如说这个佛入灭，那么佛说哦，以后一切经前面都放如是瓦文，啊，这个很明显是传说来的，啊，然后因为龙树离这个佛灭已经将近，佛是在西元前500年，龙树是一世纪五六百年的人，所以他已经经过很久了，那么基本上。就是已经过了大概1000多年了，大概1000多年。那么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他那个时候很多的东西基本上都很难确定，因为那个时候历史的概念比较没有，啊，所以龙树里面引用的很多故事，它也不就是历史上或是它是事实。举个例来讲，啊，比如说我们唱《戒定真香》，那么那个。耶稣免难消灾障，啊，那么这个典故就是依这个故事里面来的啊，就是说这个罗诃罗啊，那么罗诃罗在这个耶稣陀罗的肚子里面怀孕六年才生下来，佛这个成佛了，佛是六年苦行嘛，回来的时候省亲回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讲佛六年苦行成佛的时候，罗诃罗啊才生下来。那么在肚子里面六年，那为什么在六年呢？啊，就讲这个故事。但事实上，罗诃罗并不是在耶稣陀罗里面六年，肚子里面六年了，啊，那就讲到说啊，那佛都已经出家六年了，你现在才肚子才生下罗诃罗，你肯定是不清净。那么他就把它放到火去烧，结果他说我如果是清净的。这个火就不能烧啊，那结果它是不能烧。后来确定这个是佛陀的，就讲这个故事啊。那这个故事很明显也是什么编的，但是我们后来的人就也认为这个是好像是大智里面也有记载啊，其他也有记载啊，大智里面也记载这个故事啊。然后就后来就讲啊，戒定真香嘛啊，然后基本上就后来戒定真香里面就取用这个故事了啊，耶稣免难消灾障啊。那么基本上像这种故事。在当时初期大圣的时候流传很多，非常多，都在赞叹佛啦，赞叹什么啦这些，然后就开始啊说啊，他罗诃罗为什么在肚子里面六年呢？啊，因为他过去塞老鼠洞啊，然后老鼠里面怎样怎样怎样，所以有很多故事。我们现在要知道，有很多故事，它只是故事，你不能当真啊。即使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故事，也一样啊，它就是故事，它只是在说明一个理论。这个故事不一定要是真的，啊，那印度人有这种习惯，印度人本身就有这种习惯，他重点不是这件事实是不是事实，这件事是不是事实，而是他在说什么道理，他在说什么道理啊比较重要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么所以啊，像我们就三个，一个就是
不是所有的佛经都有如是法文。第二个，不是有如是法文的就是佛经。第三个，经里面前面所以要加，多数的经所以要加如是法文，并不是佛规定的啊。那这个上面还没讲如是法文之前，我们先了解这些道理。好，再来看啊，他前面讲啊，那么好，还有一个还没讲啊，就是说讲到如是法文啊，讲这个好啊，就是把佛经分成三大部分啊，加设结集以前、加设结集的跟加设结集之后的啊。那么加设结集以前是没有如是法文的，加设结集是有的，加设结集之后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多数是有啊，少数没有。好，那么如是法文，我们先来看啊。那么通常你看这一本经是罗什以前还是罗什之后的，看它是如是法文还是不是如是法文啊。如果有如是法文啊，如果有，那么只要是写如是法文的，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它就是罗什以后的啊，罗什以后鸠摩罗什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写在这里，因为等一下后面要讲啊，这个是罗什之后的，鸠摩罗什之后的啊，就是这个就是罗什翻译的，如是法文是罗什翻译的。那么从鸠摩罗什翻译如是法文之后，那么以后所有的经基本上都是如是法文，罗什之后的。所以一般的学者在看这个经是罗什以前还是罗什以后，那就是看罗什以前还是罗什以后，看他是写如是法文还是写我闻如是或闻如是。那么这差别在哪里呢？啊，我们先，这个是罗什之后的，这个是啊，这个罗什之前。罗什之前，包括罗什，因为是罗什翻译的嘛。那么罗什啊，不是罗什之后，我为什么会弄乱了哈？罗什之后，这罗什，然后之后都依如是我，这个是罗什之前，罗什之前啊。那包括像主法护基本上就是闻如是。主法护是罗什以前翻译最多的啊，那么其他的也是。啊，我们写在这里好了，比如说这里。啊，那么我闻如是啊，大概是在东晋啊，东晋中阿含就翻我闻如是，中阿含就翻我闻如是。中阿含的译者是谁？我看一下，提婆什么？瞿昙提婆什么？我看，中阿含是哦，瞿昙僧伽提婆，啊啊，瞿昙，他跟佛同姓，瞿昙就是乔达摩，应该可能，啊，瞿昙基本上都是释迦种的啊，然后叫瞿昙，啊，然后叫僧伽提婆，这个是中阿含。提婆是天啊，神。好，那么我闻如是，在我们现在的经典里面，只有两部经有这样的翻译。那我们先来讲啊，就是一个就是中阿含，中阿含是瞿昙提婆，那么他是东晋的时候啊，大概在东晋的时候翻的啊，那南北朝的时候，这个他也。他这个是在罗什之前，因为罗什到中国来已经是东晋之后了。那么唯一例外的就是啊，就是他是在罗什之后啊，差不多在罗什啊，也是在罗什之前，不是在罗什。好，我现在有点乱掉了啊，就是他也是在罗什之前，但是有翻我闻如是的只有两本经，中阿含跟什么？跟观。跟无量寿经啊，无量寿经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。其他不是如是我闻就是闻如是啊。好，那么
如是我闻是依梵语序，就是它的语序，语序，梵语的语序啊，就是它文法啦，语法啦，啊，依它的语法来分的。如是我闻，啊，那么这个我闻如是是依汉语序啊，依中国的语法啊，我这样听，我听佛这样说啊，那么如是就是这样的道理，这样的经，这样的说，是我从佛那边听来的，啊，那就是它的语序不一样啊。那一般中国习惯把主持啊放在前面，我怎么样，你怎么样，他怎么样啊？那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我放在后面啊。我这样听，这样的话是我这样听来的，啊，我从佛那边听来的。那么我听到的佛法是这样的啊。那这个就是语序语法不一样。好，那么中安寒啊，深切提婆方我闻如是。那么其他的大概多方闻如是，啊，没有这个我，没有这个我，啊，所以后面会讲我如是我闻那个我为什么有我，有的没有方我，啊，有的没有方我，主法护就不方我，主法护就直接方闻如是。好，那么无量寿经也有我闻如是，那大圣经典基本上都是如是我闻了，但是后来也有人把它改作如是我闻的。但是它的版本，原来的版本是我闻如是，但是更早的版本应该是闻如是。那无量寿经一般我们说啊，这个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东西，因为也很简单啦，就三种而已啦，啊，就依梵语系的就是如是我闻，依汉语系的就是闻如是跟我闻如是，就我有没有加上去而已。好，那我闻如是就只有一本，就是中阿含。那么无量寿经也是我闻如是，但是后来有人又把它改作如是我闻了，因为要一样嘛。但是它原来是我闻如是，但是我们知道无量寿经有所谓的五存七缺，有十二种版本啊。那实际上是不是有十二种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所存在的五种版本跟缺的是主法护的。那一般我们现在的无量寿经基本上是康生凯的，就是比较流通的是康生凯。康生凯是三国时代魏的啊，曹魏的康生凯。康生凯翻的经不多啊。那么但是我们现在所存流通的是康生凯的。那么主法护也有翻，但是依据研究现在的无量寿经，它的语法，它的翻译手法基本上应该是主法护的，所以康生凯那本应该是不见了，那主法护现存的这一本应该是主法护的。但是后来啊，那么不知道怎么传到变成主法护的不见了，康生凯的这一本，但是照他的译法翻译手法来讲，无量寿经应该是主法护的。但主法护翻的经一般来讲就是闻如是，就是闻如是啊。那么所以啊，从这个来看啊，那基本上啊，基本上啊，如果是大圣经典，大圣经典很少是我闻如是的啊，那么很多都是如是我闻，但是要看，当然还要看啊，在这个罗什以前、罗什以后了啊，当然这个也是在罗什以前，但无量寿经的我闻如是很可能只是闻如是啊，那么我闻如是大概，所以如果这样讲。如果不把这个放进去，那么大概就是只有两本，中阿含跟无量寿经有我闻如是，其他的都是闻如是，那么闻如是之后的都是如是我闻啊，基本上是这样，并不是大家都是如是我闻，也有闻如是，也有我闻如是的啊。所以你说啊，那么如是我闻一个不是佛经都是如是我闻啊，那么不是有如是我闻的都是佛经，那么不是都是如是我，也有可能是闻如是，也有可能是我闻如是啊。那么就是说，这个我们稍微知道啊。好，那么大概就是啊，大概就是简单，就是依梵语序跟依汉语序，如是我闻跟我闻如是，那有没有我或是闻如是啊？大概就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在讲到还没解释如是我闻之前，先对这个如是我闻稍微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了。那么他这里开始讲
啊，因为他前面会先问啊，诸佛今何以故出称如是语？啊，那么我们说四十页那边啊，说佛陀说啊，跟大家说以后结集的时候啊，要按如是语啊，那个是后面我们后面再来讲这个事啊。那现在先讲，现在因为他这句话是很有名的，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。好，那么这句话很有名啊，就信跟智。那我们知道这个，我们知道佛的修行方法，佛法，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，我们的心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功德，我们才可以解脱。这个是《阿含经》解要讲的啊，《大圣经典》就是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功德才可以成佛。就是说，我们到底要修些什么？因为修这个法啊，比如说你修忍辱，你修布施，你修持戒，都是要让你心，你的心具有某种能力。好，那么现在要问的是，我们到底要修些什么，我们才可以成就？那一般佛法不离开一般的佛法，所有的佛法基本上就分成主要，如果分成两个的话，佛法就是我们学佛到底在学些什么，我们要学些什么，我们要具备什么，我们要拥有什么能力啊，拥有什么特质啊。那基本上佛法可以分两个，一个叫做世间，一个叫出世间。那么有时候分成有为法无为法，有时候分有为法无为法。那么世间修的是有为法，出世间要修无为法。那么通常世间的我们就叫做凡，那么出世间的叫做圣。那么如果依大圣来讲，在出世间底下又有一个四出世间，以出世间为根本，但是不离开世间，有一个四出世间，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大圣，就是出世之间法，他也是属于圣者啊，但他不是求解脱入涅槃的圣者。好，那么如果简单讲，就是凡夫法跟圣者法，那么它是不一样的啊，就是说他要具足的不一样。那么如果是世间要出世间，如果是从这里来讲啊，那么他要具备的东西都不一样。那么世间基本上就是人天法。那这个是所谓的贤圣法，这个是解脱法，这个是成佛的法啊，成等正觉啊，这个是成佛的法啊。好，这个是解脱的法。那么所要具备的是不一样，这个是人法，这个是天法啊，升天。升天里面又有分有定无定的啊，有定的跟无定的啊，善跟定善的啊，善就是欲界天，定善就是色无色界天啊，就是善法，这个是善法啊，这个都是有漏的，凡夫基本上世间是有漏的，这个是无漏的。好，简单讲，先就是基本上就是分凡夫跟圣者法，凡圣法而已。那么修行是从凡入圣。那么这里过去是三恶道，所以佛法都以不堕三恶道为主，不堕三恶道，先不堕三恶道，立于不败之地，然后不断的向善向上，基本上就这样，所以向上向上向解脱就是这么来的啊。你先立，因为你现在是人，你向上向善向上，向善可以立于不败之地，你未来还会再做人。那么在向上你可以升天，在向上你可以得解脱，向解脱。所以要修戒定慧，一戒你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，灭戒就是恶嘛。好，那么这样来讲，就是那到底我们要具备什么？这个在部派里面也讨论，到底我们修是修这个心嘛？那么我们修这个心是让我们这个心具备有什么特质呢？那就在讲这个。好，那么如果以解脱来讲，那么所有的法不离开什么啊？就是归纳啊，归纳。后来佛弟子把佛陀说的法归纳为所谓的七类，
七呢？三十七道品。好，我们看哦，三十七道品。那么三十七道品，那么里面这一些其实就是都是心所，我们可以分成两大类，两大类，一大类就是以性为所的，为初了啊，为所也是一样可以。那么一大类就是以戒为初的，当然也有以慧为初的了啊。那么慧基本上都是可能是最初，也可能是最后的。如果是八正道，它是以正见以慧为初的，但是它最后还是要得无漏慧啊。那么当然也有以慧为初的，以慧。不过慧基本上都是最后的，啊，那么八正道看起来是以慧为初，但是以是以后以慧，就是我以他这个初是根本，根本。好，那通常啊，通常比如说这里讲的佛法大海，性为能入，那么这个初，但是后。基本上最后就是修行到最后所要具足的都是慧，都是慧。不管你以性为初，以戒为初，都是以慧为主为根本，都是以慧为根本。性戒定怎样怎样，都是为了要完成慧，都是为了慧的完成，都是为了慧的完成究竟圆满，慧的圆满。佛法跟外道最大的不同就是智慧，跟世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无漏慧。佛法跟世间，凡夫跟圣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这个是有漏慧，这个是无漏慧。跟外道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也是有漏慧，也是无漏。所以无漏慧就是知道无为法的智慧，没有烦恼夹杂烦恼的智慧，啊，其实是这样。所以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好，那么以性为首的啊，比如说举例来讲啊，比个例来讲啊，比如说五根五力性净念定慧，性净念定慧五根五力啊。那么比如说像七圣财，它不在三七道品里面，它是一套修法。那么比较对在家人说的，信戒惭愧闻舍慧。那比如说修行的次第，信解行证啊，那么它也是一套次第，信愿行也是啊。那么就其实道品里面有很多，那三七这只是七类而已，但其他还有很多啊。那么一般来讲，以信为首的，多比较重视在你没有学过佛，你还没学佛。那么或是你是外道，那么第一个强调的就是信，你要先信佛法。你不信佛法，那后面就不用讲了，你就不会觉得照着佛法，就是我跟你暴露，你要相信我。你不相信我，你来跟看我，你来找我看病，你不相信我，那你不会吃我的药，我跟你讲的你不会照做，那就没有用，那就没有意义。所以对世间的不相信佛法的，或是没有接触过佛法的，或是接触佛法不相信的，那么基本上都是强调信。但是以心相信佛法的，基本上就强调戒。那么已经相信佛法一段期间的，那么所以他基本上有时候叫做就跟他讲真善法或初要法。那已经是相信佛法的，就跟他讲端正法啊。那么端正法是什么？就叫你修戒定，戒跟定啊，主要是戒。十善五戒十善，这个是端正法嘛？施戒升天之法啊。那么，然后再进一步叫你修定啊，然后再进一步修定是为了要得慧，得无漏慧。因为你没有定，你没有办法引发无漏慧。最低最低也要有未到地定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这个是佛法里面到底要具备什么特质啊？
那么有很多啊，信啊、精进啊、忍辱啊，反正非常多。那大圣就讲六波罗蜜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成佛？你的心要具足哪些特质？但是最重要的、最初的不是信就是戒，那么最后的一定是慧。那么慧一定要定，所以就变成定跟慧。那所以如果从佛弟子来讲，它就是总归叫做三个，叫做戒、定、慧。那么如果我从不是佛弟子来讲，就要加上信，信戒定慧，或是信啊，那么就是你要先信三宝，你要信先信三宝，一信三宝而能持戒，所以就这个就变成四不坏信，啊，其实是这样的，要先从这里下手。好，时间到了是吗？好，我们先下课。
先看这个课本啊，他说如是义者即是性，这龙树的解释就是如是我闻的如是，并不是说如是是性的意，如是是解释是性，不是啊，那么而是说他讲如是就是我是听佛这样，阿难，这个是阿难讲的嘛，阿难主要是阿难学习的嘛，我是听佛这样讲，这样的话，这样的道理，我是亲自从佛那边听来的。那么这样讲，人家就相信吗？第一个，阿难是佛的侍者，别人讲，别人讲，其他的人可能不信，你又不在佛旁边，你怎么都知道佛是这样讲啊？那因为阿难。25年做佛的侍者，没有做佛的侍者，他也有常常去见佛啊。那么，所以阿难做佛的侍者最久。第二个，他多闻第一，他记忆力最好。你虽然在常常在佛旁边，你可能忘记啊。他讲的话你没有听到那么多啊。第一个，他在佛的旁边做侍者。是所有人里面，这个娑婆世界人里面，在佛身边最久的。第二个，他不但在佛身边最久，他的记忆力最好。他记忆力最好，所以他能够记的东西，他是所有佛弟子里面能记的东西最多的一个人。第三个，他是阿罗汉。佛入灭之后，他参加结集经典，他已经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。佛成涅槃，佛入灭以前，他还不是。但是佛入灭之后，他已经是阿罗汉，而且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。所以从这三点，阿难讲出来，这是个是我听佛亲自听佛这样说，或是其他阿罗汉他印证他确实，佛有这样的说过。好，那么阿难讲出来，阿难有这三点：第一个，他做佛事者最久；第二个，他多闻第一；第三个，他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。所以他说出来的比较能够让人家相信。所以如是是阿难说的，这样的话，这样的事，这样的事，那么是我确定的，是确实是这样的。那么因为第一个要确定的就是直接去问佛，很多佛弟子以前也是这样，佛你真的有这样讲过吗？比如说夜摩家，他也去听佛讲课，讲完了之后他就跟人家讲，我亲自听佛这样跟我说。那么这个阿罗汉入灭了之后啊，那么就不存在了啊，或是有一个比丘啊，他说啊，佛，我亲自听佛说啊，那么我认为佛是这个意思啊，那无欲不是藏道法啊，这我们上次有讨论过。这个其他的人会听呢，佛是真的这样讲吗？虽然你亲自听佛讲，但是听你讲这个道理好像不太对。好，他就去问佛，世尊，你真的有这样讲吗？啊，就问佛，世尊说，哦，我是这样讲的啊。那么有一些也会问，那他听了有一点疑问，他就问佛，佛说我确实是这样讲的啊。那就没有疑问了，如是相信了，这是阿含经跟律典里面你也可以看得到，他有疑问他就去问佛，或是这个是舍利佛目犍连讲的，他觉得可以信啊，这就信了啊。好，那么所以如是这个是阿难说的，如是我闻啊，那么所以这个是在表信啊，所以他说即是信，就是在告诉你让人家相信。因为阿难有这三个特点嘛，第一个他是佛事者25年，第二个他多闻第一，第三个他是三明六通的阿罗汉。那么多阿罗汉为什么一定要阿难来？没有阿难不是不行，没有阿难不是不行，但是有阿难更好啊。其他的阿罗汉没记那么多啊，他正阿罗汉他不一定听那么多记那么多，听那么多不一定记那么多，三明六通不一定有听那么多，听那么多不一定记那么多，所以他又听那么多，他又记那么多，他又是阿罗汉清净，所以可信啊，主要是这样。所以说他这里讲如是义者，就是讲如是的意义
它的义理，它主要是在表信，它并不是说如是就是信，不是，而是说如是，它是在重点在阿难这样说，那么重点在让人家相信，啊，所以他说即是信。若人心中啊，现在开始讲，那信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到底什么是信？迷信、正信都是信。迷信、正信都是信，相信不相信也是信。为什么？我信我自己，我不信你。我，比如说共产党，你说他有没有信？他信啊。他信一切，他不信佛，但是他信共产党，他是无神论嘛，他还是相信的，啊，可是他信的不是你所信的。那么佛法里面把正确的信仰跟不正确的信仰，就分为正信跟不正信，正见跟邪见，啊，那么一般宗教都是信，一般宗教都是信，但是佛法里面又把它分成所谓的迷信跟正信，啊，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叫做佛法中的信？我们现在讲的是佛法中的信，佛法中的信一般我们叫做正信。好，像圣严法师写过一本书叫做《正信的佛教》。那么大家都信佛，可是你看佛法，各式各样的佛法，啊，有的也还去抽签，啊，有的还去钻那个神教底下，啊，有的还画符，啊，反正很多种了，啊，有的还养小鬼，啊，非常多非常多，各式各样的，有的现在还在烟供火供，啊，那么希望那个神能够保佑他。那么非常的多，这是各样的。可是到底这样算不算信佛？这样算不算信法？算不算信三宝？那么我们现在要定义，那什么叫做信？要定义这个东西，到底佛法中的信，跟世间的信，跟外道的信，跟不信有什么不一样？好，那你现在来看。若人，他说若人心中有信清净，是人人入佛法。好，那么现在这里的观点就是佛法中的信是什么？信清净。好，我们来讲这个，我们先来讲这个信的一个概念。这里讲的信清净跟前面的一样，就是它的语法不一样，一般阿含经里面都比较翻作清净信，都比较阿含经里面也有信清净的，但是大部分就是清净性，就是你这个信是清净的。那清净的相对就是什么？杂染的，啊，那么杂染的基本上就是烦恼的，它基本上有两个，一个就是观念上的，一个就是行为上的，啊，那不清净，啊，那从这个引发的根本来讲就是身口意而已，啊，就身口意清净不清净，啊，那么从你有没有正信，就从你的行为跟态度，因为我们身口意，身口意基本上是这样嘛，杂染的不离开身口意嘛。那从佛法里面，它基本上就翻成所谓的见惑跟思惑，见烦恼跟爱烦恼，啊，那么从它的表现方式，基本上就是身口意，这个就是态度、心态了，啊，心态。那心态有时候，从你表现出来可以看得见啊，有些没办法啊，比如说他很傲慢啊，那么他有，但是有些人也没有表现出来啊，他深藏不露啊，他也没表现出来啊，但是一般也可以啊，就身口意，那意识态、意识心态，这个是言语，他的说法，他说出来的话，可以看他杂染不杂染，这个是他的行为。那这个心态里面，基本上就是所谓的观念。那我们就是观念、言语、行为啊，或是他的心态、言语、行为啊。那观念有含着所谓的见的概念啊，见啊，所以叫正见。好，那么清不清净啊？那么它包含你这个观念对不对，正不正确啊？所以正不正确，观念正不正确，言语跟行为正不正当啊？八正道讲这个嘛，言语跟行为。正不正当，有没有正当观念，有没有正确，
那么这个正当是依正当的行为语言是依正确的观念而来的。那这里来讲，所以他说只有性清净能入佛法，能入佛法大海。啊，他是怎么说的？我看一下。他说：“若人心中有性清净，是人能入佛法。”啊，他人入佛法，啊，人入佛法，啊，那佛法大海。唯信人入，啊，唯一信得度。好，那么所以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觉悟的啊，解脱的方法，成佛的方法。那一般来说啊，它一般来说都写清净性的啊，就是语法的问题而已啊，清净性。所以这个信，佛法中的信，跟这个有关系，跟清净的身口意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啊，比如说《杂阿含》一四七经，那什么叫做信？到底要信什么？那么佛法中里面就是到底什么是信，跟身口意有关系。好，那到底信佛，佛法中起信到底是信什么？不离开四种，叫做一般来讲是信三宝。那么多一点，因为从信三宝引发出来的行为啊，那么就叫戒。那基本上叫做四不坏性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啊，比如说《杂阿含》一一四七经啊，那么建立清净性啊，通常都是翻清净性啊，但是也有翻性清净啊，都没关系，都其实是一样的啊，就好像如是我闻，我闻如是一样啊，语法的问题而已。好，那么就清净的性啊，就这个性是一种心所。就是心的一个功能了、啊，心的一个功能，啊，这五位七十五法里面有大善地法啊，有这个大烦恼法啊，有这个随烦恼法，反正就很多了啊，有好的有不好的，有没有好也没有不好的，无记，反正就是心所里面，就是我们心的功能作用，通常就分三部分，善的、恶的、无记的，从佛法里面就分两部分，有肉的、无肉的，就这样而已。那有肉的就是有杂染的，无肉的就是清净的，啊，就是清净跟不清净啊。如果从心里面来看，如果从心的功能来看，它基本上就是这个时候的心是清净的跟不清净的，不清净的里面，啊，那么基本上是有肉的，是指有肉的。那么有肉的有时候虽然不清净，但是它有功能，它是像清净的，像解脱的，比如说。戒啦、定啦，你还凡夫，你还是有肉的、啊。你只要是凡夫，但是你修戒、修定，它是像，它不就是清净，它是像清净。啊，等到你无肉的时候，你怎么想，你的心都是清净的。那心有很多作用啊，很多功能啊。好，那么现在告诉你啊，建立清净性，信什么？什么叫做清净？这个是在说明什么叫做清净性。啊，就是信清净啊，信什么？信佛法生宝。这佛法生是宝，佛宝生宝，宝是什么？宝就是难得，非常难得，它有价值。你一旦得到的，你很有受用。你石头那么多，你怎么不捡？没有用啊！你一颗钻石，一颗珍珠，你看到的，你一定会捡。为什么？一颗珍珠可以买几十吨的石头，一颗钻石那么小颗，看起来跟石头一样，但是可以买一栋房子。那要一几吨的沙子才能建成一栋房子？你只要一颗钻石，有可能比较大的、比较好的，你就可以买一大栋房子。那一大栋房子是有很多的沙石建起来的。好，那宝就是这个意思。佛法身在这个世间，它非常具有非常崇高的价值，具有非常殊胜的作用。那么你一拥有这个宝。依着这个宝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价值，那么产生这种作用，啊，我们不把它叫做殊胜功德。好，那么随顺，那么你看他这里就在讲这个哦。第一个，什么叫做清净性？信什么？信佛法生宝。那信佛法生，有一个有不是说那我也信了，我有皈依正啊，啊，这个跟这个没关系，啊，那是什么？随顺于正法，啊，佛法生。你知道，它重点就是随顺于正法，
它叫做如法，随顺如法。好，那么佛法僧三宝里面啊，我们看到、哦、三宝是佛法僧，这个上次我们在讲赞叹三宝的时候就讲过了啊，这稍微讲一下啊，佛法僧，信就是信三宝了啊。那么讲到多一点啊，就从这里随顺你正转身口心清净就戒，所以叫四不坏性嘛。啊，你看生而导致依正法而能够得身口意清净，依正法能够得身口意清净，这个才叫做清净信。信三宝，信佛法身。那么信佛法身里面，佛之所以是佛，是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有法，他知道无漏法，他知道怎么修行，他知道什么叫清净，怎么修行可以得清净。那必须得清净才能不受苦，心要得清净才能不受苦。身是随着佛而修法的，身是依佛，佛跟身都是依法而成就，佛跟身都是依法而成就。身是听佛说法而得到佛所觉悟的法，佛是自己觉悟的，身是依佛觉悟的，都是依着这个法而证得这个法。那佛证的法之后跟僧讲怎么样可以成佛，所以重点在法，所以依法，依法，依于正法。那这个法有很多种法，那么通常依佛法来讲就是所谓的正法跟邪法，就通常就分这两个而已啊。所以有内道外道啊，正法跟邪法，正就是正确的，邪就是不正确的。那么你还依然有法，但是你的法是不正确的，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那样的功德，没有办法，你不随顺于正法而随顺于邪法，你就不可能有身口心清净。那么从你的身口心，就是身口意啊，从你的身口意不清净来讲，我们就可以说你不随顺于正法。第一个，你是修正法但你不随顺，就是你只是读，你不依着他做，他这样说你那样做，你不随顺。第二个，你随顺但是随顺的不是正法，你也不能得到这个目的，你是照着他说的做，你是照着他的仪轨，照着他说的做，没有错，但是他说的是错的，所以你也不能得身口心清净，你不能得清净性。所以从你没有得到身口一清净，知道你要不随顺于正法，要不你随顺的不是正法。那这个怎么想呢？很简单，你从你常常起烦恼，遇到境界常常起烦恼，就只有两个原因。起烦恼就是身口心不清净嘛，啊，动不动啊就要批评别人，动不动就要讥讽别人，动不动就两舌恶口，两舌恶口起于妄语。那行为啊，动不动心不但动不动就嗔，动不动就贪啊，那么身啊，动不动就又打又骂又怎么样啊？反正这些啊，杀盗杀盗淫啊。那么从这里来讲，不管是细的跟粗的，那么从你身口心不清就知道，你不是随顺于正法，或是你所随顺的不是正法。那么你所随顺的正法，你如果随顺的是正法，你依然会有烦恼，但是你的烦恼会怎么样？渐渐清净，因为烦恼有两种嘛，一种是观念上的，我们叫做见惑。一种叫做行为上的，我们叫做思惑。那观念上的说断就断，行为上的没办法说断说断。你知道，你知道，你知道，木瓜是长在木瓜树上的，知道就知道了，不会说今天知道明天不知道。啊，这一棵木瓜是长在树上的，另外一棵木瓜可能不长在树上啊，不会。啊，那么所以见惑顿断如破石，石头破坏了，破掉了。这分成两边，清清楚楚。那么思惑见手段修手段，思惑见断如偶失，就算把这个偶切断了，它还会偶断丝连，还没完全断。但没完全断，不也很容易就断，祸患不那么大。好，那么所以你有可能随顺于正法，但身口还没那么清净。但是这个不是说就近清净，而是说，当你随顺于正法的时候，你的身口意，你的观念，
你的行为、你的语言，会比至少会比以前清净。就好像这个水，这个水很咸。你还没加水以前，它那么咸；你加了水之后，有可能还是咸，因为你加的水不多。但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比以前还不咸，还不咸，我们叫做什么？比较淡，对不对？它还是咸，它跟开水比起来还是咸，但是你喝起来你不会说咸，哎，比较淡了，有没有？比较淡了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它有可能不是就近清净，但是它一定是什么？相对于以前是什么清净？那么你这个你可以自己检测的啊，可以知道的啊。所以什么叫做信？你说你也信佛，我也信佛，可是一样是信佛，为什么你信出来是这样，他信出来是那样？那到底什么是信？好，所以建立就修行一开始要先建立清净信啊。那信什么？信佛法身。那等一下会讲，那到底信佛法身的什么啊？实德能。那么信了之后，信了之后一定是什么？因为你相信，你就今天你去问这个路，问这个人，哎，这个法轮禅师怎么走啊？这个人跟你讲了，你再问那个人，那怎么走？因为你问你没有照着他的走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你不信他嘛？你去看医生，这个医生说，哦，你这个病要回去要怎么做怎么做，你病会好。你回去他开了药给你，你不吃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你不信他。现在佛这样跟你讲啊，像现在我们比较麻烦了、啊。现在我们听的到底是不是佛法？我们要先确立，啊，就到底什么是佛说的，什么不是佛说的，什么是佛法，什么不是佛法，我们都没弄清楚。这个不是佛说的，你以为什么是佛说的？这个不是佛法，你以为是佛法？好啦，你也信佛，也信法啦，也信僧啦，也随顺于佛说的啦。可是。做出来没有达到你说的目的啊，那怎么办？那表示你随顺的不是正法。要不是你随顺的不是正法，要不就是你没有随顺正法，所以才没有达到目的。那么，如果是随顺于正法，佛这样说可以达到那样，那么这样就是这样，这个叫做四谛，苦集灭道，日可令人，月可令乐。佛说四谛不可令异，佛说这样做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，一定可以，没有不可以的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。这个是什么？法性、法住、法界，啊，那么它决定是这样，它必然是这样，不管在哪一个时间点、哪一个空间，两千年前、两千年后，有佛没佛，是哪里的人都一样。这样做就决定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，啊，那么这个你要相信，这个其实就信四谛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讲，到底什么是信，怎么样信才可以入佛法里面，啊，入佛法大海可以得到啊，整整大海里面有很多珍宝嘛，啊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杂含一一四七经的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别义里面的啊，别义杂含的，他就都讲个四谛啊，我们看啊，别义杂含。于佛法生前一样讲三宝，心信清净啊，一样是这个，其实就是清净心啊，信清净，这个就是心，这个心信清净啊，他就翻信清净啊，那有些翻清净心，有些翻信清净啊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么皈依三宝啊，那么好，我现在相信的，我就什么？皈依是什么意思？向那个目标前进，向着法。要跟佛跟僧啊，所以皈依佛，向佛学习；皈依法，依法修行；皈依僧，以僧和合。以僧和合是什么？跟僧是表示什么？清净啊，清净僧。那贤圣僧是清净，贤圣僧为什么是叫贤圣？他清净啊，啊，所以僧主要就是清净僧啊。那清净僧就是没有烦恼，就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。四果都可以叫清净身啊，那所以它是什么？皈依三宝，我依着法向佛向僧学习啊。那么心不生疑，没有任何的怀疑，确定是这样，佛说这样，决定是这样，我依着佛说，决定可以达到佛所说的那样。那么我现在决定要向着佛
依着佛的方向所说的方法去做，那么没有任何的怀疑。我不会说真的是这样吗？啊，像那个阿修罗王，他那个生性天性生疑一样，疑心很重。那么佛去跟道立天跟阿修罗王常常在打仗，佛去跟道立天说四谛，说完之后再来跟阿修罗王说四谛，道立天主听四谛，他不会怀疑，哦，佛说这样就是这样，四谛确实是这样，苦确实是苦，集确实是因，啊，要知苦断集，啊，要知苦断集，啊，那么修道正面，啊，那么这个决定是这样，好，他就会去做。阿修罗王不是，阿修罗王不是先了解，他先想佛跟我说四谛，会不会留一手有五谛？他只跟我说四谛，啊，你看他就这样，啊，你跟我讲的像你说像看六祖坛经里面，不是有一个人去跟六祖问法，然后他先问你是不是还有留一手没有跟我讲，有个秘法没跟我讲，六祖跟他讲秘在汝心中，有没有？他心里面会想说，欸，你讲的是很好，但有没有还有更好的你没有跟我说？有些人会这样 有些人会这样，啊，就心里面先生疑，哎呀，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别有用心那么你是不是要害我反正就是这样，啊，有些人会这样，那有些人来求救了，你先生疑，你可能是不是来骗我的，你没有那么可怜，把他说的那么可怜，啊，那这个疑就会让你怎么样，让你不去做，你应该帮他你不帮他，你应该得到利益你得不到利益，因为你有疑嘛，啊，那么你去看医生，医生告诉你是不是我的病没有这么严重，你把我说的那么严重，你给我的药是不是便宜的，没有给我好的，那么如果他给你好的，是不是我不用吃到这么好的药就可以好，那你为了赚我的钱吃用这么好的药，啊，那么你这样想来想去想来想去，你的病会好吗？你的病不会好，因为你不会照他说的做嘛，啊，那么我们让你把这个医生当成是佛就好了，把他的药当成法就好了，你看你可以好吗？你不会好，你可以得到功德吗？不行，啊，那么所以他基本上你看心不生疑，苦集灭道亦不生疑，就把苦集灭道拉进来了，啊，这个比较没有讲，就身口心清净，但是你身口清净的方法它就是苦集灭道，那么得见第四谛带第一果，那么这个叫做四不坏性，四不坏性就证出果了，那这个是证阿罗汉，证出果一定会证阿罗汉，啊，一定会证阿罗汉。好，那么现在有论里面论师就在解释，都说要正信，都说要正信，那具体讲，具体讲，那什么叫正信，什么叫信清净，什么叫正信，到底信什么。好，那这唯识里面的成唯识论里面讲重点，他说什么叫做信，于实得能，生忍要义，心静为信。好，我们常常讲静心为信或心静为信，什么叫做信，信的定义是什么，啊，一阿含经就是什么心清净，心清净叫做信，那什么叫做心清净，啊，那主要是身口意清净，那怎么样随顺你正法，啊，这个是主要在说明这个的。好，那具体讲是什么，信三宝，啊，那这里讲的是所谓的信三宝，那信三宝到底要信三宝的什么，于实得能，三宝的实得能。好，那实就是法，这个法里面那主要以四谛来讲，真实不虚，像缘起，啊，那么法性法住法界也是讲这个道理，啊，那么德基本上就是功德，功德其实就作用，这你修学佛法那么就有世间跟出世间的功德，确定会有，你这样做就会有，你不会说现在是末法你这样修也没有，不是，跟末法没关系，只要不管在哪个时间哪个地点哪个人这样做了，他就会有这样的功德，啊，那你不能说比如说像婆罗门，这个婆罗门依着吠陀修可以得解脱，首陀罗依着吠陀修不能得解脱，因为他的种不好，不是，
不管任何人，在任何地点，在任何时间修了这个法，就一定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功德。不管你是黑人，你是白人，你是大人，你是小孩，你是一只蚂蚁，你是一只大象，只要喝了这个清干净的水，你都能解渴。在3000年前，在3000年后，在沙漠里面，在大海里面，在山洞里面，在白天，在黑夜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点，只要是一只蚂蚁，是一只大象，只要喝了水，它都能解渴。它没有，佛法也是这样啊，佛法是甘露水啊。3000年后，3000年前，你说现在是末法啦，之前这样修，之前一八正道修可以得解脱，现在一八正道，就末法思想是这样的吗？佛陀时代修八正道可以得解脱，佛陀灭后500年修八正道只能得禅定，佛陀在灭后修八正道只能修福报，那这样八正道还叫八正道吗？它还叫做法性、法住、法界吗？它有时间、有地点，啊，有不同的限制。佛法不是这样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你要相信这个，你要相信这个东西，那么你才能修啊。现在的人为什么不修八正道？为什么不修四念处？为什么不观缘起？为什么不修无我？没有用啦，佛灭后你再怎么修都不能得解脱的啦，你只能念佛求往生，不堕三恶道就好了，在那里得解脱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不相信了，你已经不相信佛那个时代的法到现在还能用，一样不变，是不是？现在人多数是这样啊，他已经觉得佛那个时代的人只适合佛那个时代的人修，到现在你依然这样修，你不能得了。因为什么？你也说那法没有变，是人变了，没有，佛时代的人跟我们这样人一样，都是人，都是依业报而来的。佛时代也有没有读书的人，很多是他们的教育没那么普及呢，很多首陀罗没有受过教育，很多比丘尼也没有受过教育，他们一样可以得解脱。除分的尼体根本就没有受过教育，他也能证阿罗汉。啊，那些盗贼啊，那些妓女，有些做妓女的一样做阿罗汉，首陀罗、旃陀罗一样可以证阿罗汉。啊，那么并不是佛时代才有，佛灭后也可以有。但是你看，现在如果多数的人，100个学佛的人，有90个人相信，现在只能念佛求往生啊，再修行也不能得解脱的，那你还会修吗？你不修吗？因为修也没有用啊。如果我学，那只是学来跟人家讲的而已啊。但是我还是要求往生啊，我还是要往，我不是说往生不好哦，我们先讲哦，我是说你这个观念会让你没有办法修，因为修也没有用啊。修没有用，那我修来做什么？这个药吃也没有用，那我是吃来做什么的？对不对？啊，那我备了很多药啊，只是告诉大家啊，我懂得很多，我知道很多药，但是没有用啊！你不要吃这种药啊，你还是要吃什么啊？啊，那变成说，所以修到最后，所有的人都怎么样？都是要求生净土。有没有人要求解脱的？没有。那没有求解脱的，怎么会有解脱法呢？怎么会有解脱的经验呢？没有啊！所以你这个就是什么？你已经不信法了，不信法。你说我信净土法门啊。那但是佛说的法，你只信这一部分，这一小部分，其他的你不信啊，其他都不能得解脱了啊！在这一生你怎么修都不行了、啊，而且要记住哦，你今生没有往生净土，一定会堕三恶道哦。佛跟你讲，你堕不堕三恶道，跟你往不往生没关系，跟你的业有关系。那如果你一直修，你只修三级修三，你会堕三恶道吗？不会。所有的人都诅咒你下三恶道，你也不会下三恶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依业而轮回的啊。所以你只要确定有正见真相，有正见真相，所以正见就是正信哦。有正见真相，你是不会堕三恶道的。那么你要先让你自己有正信，你要先让你自己有正信。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这个是好。现在来讲，识得人生人要义，心净为信。啊啊，这一句话啊也很有名，常常有人在引用。到底什么叫做正信？啊，那么我们这里讲到，不外乎就是三宝。三宝里面的法
以四谛来代表，或是缘起啊，缘起四谛中道。好，那么你主要三宝，三宝的实德能，三宝就包括佛法身嘛。什么是实？这个叫信实、信德、信能啊。信基本上是这样啊，都是信三宝，范围就是信三宝，内容就是清净。所信的范围就是三宝，那么信的本质就是清净啊，就这样。所以清净心是什么？信佛法身宝，那么身口心清净。那么你信了就随顺于法，重点是法。所以这里也讲以佛法身前心性清净啊。好，那么苦集灭道一不生，你就是随顺于正法啊，你就依着苦集灭道，要离苦嘛。好，那你看哦，十四谛真实不虚啊，相信法就信这个法，佛说的法，身修的法，身是依佛所说的法修行的，佛说的法，佛已经是成就的，身有的已成就，有的当成就，有的未成就。那不管是已经成就的，是之前依着法修行的，现在当成就，那么是他也是修过来的，他正在成就，那么未成就，他未来会得成就，啊，就依阿弥陀经的说法啊，已发愿，今发愿，当发愿，已往生，今往生，当法生，那么已修行，今修行，当修行。啊，那么已成就，今成就，当成就，一样啊，已解脱，今解脱，已解脱，今解脱，当解脱，当解脱就是相解脱，啊，也是这样啊。好，实真实不虚，德格功德，佛法有四出世间的功能，决定有，你只要修就有，啊，你修多就得多，修少就得少，啊，那么有不同的功德。世间的功德主要就是世间的功德跟出世间的功德，有漏跟无漏的功德。那么你修五戒十善，你确定就可以在人天中离苦得乐。啊，你修戒定慧，你确定就可以出世间，啊，正果、出果、恶果、三果，你不堕三恶道，你人天七次往返，一次往返不来，在五不还天得涅槃，决定有啊，没有没有的，你要相信，确定有。能就是只要我修学佛法，我就能离苦得乐。看你要离的是现世苦、来世苦，还是究竟苦？要得的是现世乐、来世乐，还是究竟乐？你要得无欲乐也可以，你要得禅定的乐也可以，你要得解脱乐也可以。那么你要得禅定乐，你就必须修禅定。啊，寻是喜乐一心，喜乐禅定的乐是大乐，喜是那种狂喜。那他那个乐跟我们的无欲乐不一样啊，但是你如果你修持戒布施，你可以得无欲乐，你拥有的多，你享受的多。那有一些人杂染众的，拥有的多，享受的不到，享受的少，甚至享受不到，名下有几十亿的财产，可是你住的是什么啊？辛苦的，你穿的是不好的，你吃的是吃不好的，那就很难说了啊，就每一个人不一样。但有些人。拥有的多，享受的多；拥有的好，享受的好。有些人拥有的多，享受的少；拥有的好，享受的不好，都跟你的业有关系啊。那么你要必须要相信，修世间法都得世间乐，修出世间法就得出世间乐，怎么修就怎么得啊。那么你佛法一定有离苦得乐的功能，你要相信，你要相信，生忍要欲。生忍要义，然后后面就是心静为信，啊，生忍深信不疑。我发现很多，第一个现在的佛弟子，第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分别正法，没有办法抉择正法。这到底是不是佛法？这一部分有一点难，啊，那么但是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抉择正法，要先得正见，啊，然后才能正思维。那么深信不疑。生人，你对于这种三宝，所以你为什么要学习佛法？要知道到底什么是三宝，法重点是法，重点是法，法到底是什么？啊，那么要欲，你知道了之后，你知道了之后，需求有那种向趋向，所以说佛法有三种趋向嘛，向善、向上、向解脱，啊，你需求能够得到这些功德，啊，佛法所说的功德，所以。
心静，这个是总说叫心静，心静为性啊，就是于识得人生人要以心静为性，在解释到底是什么是性，要信些什么，怎么信，在讲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里那具体成就的性，具体的性成就叫做四不坏性，四不坏性就已经证出果，到无漏了，就是他已经得一分法身了，得无漏，他叫做四不坏性。那么信行人从信开始到成就，基本上就叫做得四不坏性。好，那这个是那一般来讲，佛不坏性，法不坏性，所以不坏性又叫做什么？不坏境。因为心境为性嘛，所以不坏性又叫做不坏境。心境为性，所以不坏性就是不坏境哦。那么佛法生不坏性，然后戒圣戒成就啊，不坏不动了。那这个是讲到这个性。好，我们再往来看啊，所以他这里讲，若有信，世人能入佛法；若无信，世人不能入佛法。就是进入佛法之前要先信，相信。那么信之后，佛弟子里面就开始有所谓的戒、定、慧，啊，这些差别。还没进佛法以前，就先两个，信跟不信。不信就走另外一条路了，啊。那么走另外一条路了，那信就走佛法这一条路，依着佛所说的啊。好，所以他说不信者言世事不如是，所以他这里在讲什么叫如是，我是这样听的。那不信的人就说不是这样说，佛不是这样说，佛是这样说的，或者说你说的我不信啊。举个例来讲啊，就是说阿难要入灭之前，那么就是佛入灭之后，阿难已经很多岁了，可能100岁了，几岁了，非常非常是老比丘了啊，上座了。那个时候大迦叶也已入灭，啊，那么剩下阿难一个长老啊，在这边走路啊，就惊醒来托钵啊，就外面，然后也要去托钵啊，他还能走啊，然后就去托钵走路。那么可能已经因为阿难大概不知道少佛几岁啊。那佛入灭，他那个时候大迦叶入灭，他应该也八十几岁、90岁了，大概这样啊。他还能走，他去托钵，在路上就听到一个比丘在那边念啊：“若人寿百岁啊，不见水老贺，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。”水老贺就是白露师了啊，就类似像白露师了啊。那么好，那我们就说啊，若人生百岁，法聚经嘛，所以法聚经是佛入灭以前就大家民间就已经在传颂的了。那么那个时候虽然大迦叶已经结集经典了啊，但是就是说法聚经在民间就一直传颂。好，那他送的是法聚经啊，如果有一个人活了100岁啊，因为他朗朗上口嘛，那知道再去解释那个意思嘛，好背嘛啊。若人寿百岁，不见白露师，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啊。然后水老贺他自己说白露师了啊。好，那么阿难听到就跟他讲，比丘啊，你念错了。那个，因为他是阿难是多闻第一耶，啊，而且他又是阿罗汉，还是佛的侍者，这大家都知道啊，啊，那个比丘，那个是新出家的比丘，就问他，阿难长老啊，也长老了嘛，剩下他一个长老而已了，啊，其他都不见了啊，说长老，那我哪里念错？那要怎么念才对？阿难就跟他讲，若人寿百岁，类似这样的句子，在法聚经非常多，你活了100岁。啊，那你怎样？你怎样啊？不如你活一天，怎样啊？那么这个是法经里面很多啊。那他说，那要怎么样才对？佛陀阿难就跟他讲，不是这样，是若人寿百岁，不见生灭法，生灭法就是缘起法了啊。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啊。那么这个观念跟孔子也这么讲哦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你早上听到道，啊，大道啊，那么这个人道，晚上死都没有遗憾，啊，都没有遗憾的，
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你活一百岁，你都不知道缘起，不见缘起，不如你活一天，你见缘起。你没有见缘起，你就一直轮回啊。你见缘起怎么样？你可以得解脱，啊，所以差别就很大。你看那个须跋陀罗，修行了那么多年，他120岁呢，是老外道呢，很用功呢，在山洞里面很想用功。那么多年给他修行80年，他120岁，20岁开始修行，给他修行100年，他有可能他很早出家哦，老外道啊，须跋陀罗是老外道，修行100年，哎，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出家的啦，但是他也可能很早就出家。好，到了120岁，因为佛很少去居士那，佛都在那附近，很少去那，那要入涅槃之前才去居士那。那么他都在山洞里面，也没有出来，你看非常用功啊，修了100年。没有听过缘起法，直到佛要入涅槃了，他听到，他居士上面，他听到，在佛入涅槃的前几分钟而已哦，才前几分钟，他一定要去。那个时候佛已经躺在那里了，还没入涅槃，将要入涅槃，他去，人家都把他围在外面，不给他进去。佛听到了，让他进来。佛跟他讲了，就讲了一下缘起的道理，他就证阿罗汉了，才几分钟。他修了一百年，他都还是凡夫，就听那几分钟，一天而已，也不到一天了，就几分钟而已啦。他就证阿罗汉，你看很明显的，若人寿百岁，120岁啊，若人寿百岁，不见生灭法，啊，这是缘起啦，啊，那么缘起是有因有缘世间起，无名缘行行缘事，就生灭世缘名色，它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啊，讲这个好，那你知道了，你看他是证阿罗汉了。若人寿百岁，不见生灭法，不如生一日，一天就好了。你那么多天，100多天，不如这一天，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，得闻得见，闻法之后见法，知法入法，你看就是这样啊。闻法之后知法入法，就见法，闻法知法见法入，闻法知法入法见法，一天。阿难说应该是这样，若人寿百岁不见生灭法，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。那个比丘听了说哦，他就把它改过来了，他本来是啊，若人寿百岁不见水老鹤，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，后来回去就改了，他就一直附送，他们都是这样习惯附送而已，没有去思维他的道理，他没有思维他也不能得到，好，他就这样送完了之后回去给他师父听到了，哎，比丘啊，你刚才送什么？就送一次给我听，啊，他说：若人寿百岁，不见生灭法，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。他马上很生气，他师父很生气，我是这样教你的吗？我怎么教你的？哦，师父是教若人寿百岁，不见水老鹤，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。那你为什么这样送呢？哦，他说我在半路遇到阿难长老，啊，那时候阿难是长老，我在半路遇到阿难长老，阿难说我送错了，那阿难当然。阿难说我送错，那我肯定是错吗？但是所以他才改过来嘛，他是信阿难的啊。后来他师父是跟他讲什么呢？他说你不要信阿难的，阿难老了，得失智症了，就是糊涂的啦，他没有说他失智，但是类似这样啊，老了都有失智症嘛，啊，然后他有一个现象，阿难老了记不清楚了，我跟你讲的是正确的，你不要听阿难的，你要照我说的信念，你才能得解脱哦。他说：“哦，是这样。那这样他就面临一个选择，他要信阿难的，还是信他师父的？这个就是他的选择啊。后来他选择信他师父的，因为当然有几种啊。因为阿难确实是老了，他有可能记错，这有可能啊。第二个，他偶尔才遇见阿难，他天天要跟他师父见面呢，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他选择。”他就选择信他师父的，选择信路，他就绕过来了。他就天天念这一句啊：“若人寿百岁，不见水老鹤。”隔几天又给阿难意见，阿难还听他。比丘啊，阿难还记得啊，比丘，你过来。阿难长老什么事？我不是告诉你你念错吗？要改过来吗？你怎么没有改？那个比丘说：“阿难长老，我有改，但回去被我师父骂。”我师父说：“阿难长老，你年纪大了，记错了，糊涂了。你多闻第一，那个是之前，现在不适合。”所以我就又改回来了。
这阿那一听到，哎呀，他是结集经典的主要人物，他是多闻第一，他是佛的侍者，他又是阿罗汉，他的话人家都不信。那他留在这个世界有什么用啊？我不要在这个世界了，我要入涅槃了啊！那就让他入涅槃。你看，那我们现在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佛说的话不信，都信祖师的话，都信师父的话，这麻烦啊。可是问题是，师父也告诉我们，我说的就是佛说的，哎，就是这样啊。哎，问题在这里哦，问题就在这里了。所以我们要先确认，到底佛说了些什么，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，是不是这样？真的啊，我也是学佛很久的，但是我一开始也都是跟大家一样，都是信祖师的，信师父的。但后来发现，祖师跟师父不是佛啊，但是我们可以向他学习，但是我们重点是依着师父，依着祖师向佛学习，佛才是我们是依佛出家的哦，所有的人都是依佛出家、哦、你为什么要出家？是因为你师父吗？不是，是要找你师父向佛学习，跟着你师父向佛学习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重点还是要依佛。那现在我们就要弄清楚，到底佛法是什么，佛陀都教我们怎么修，我们要怎么修，这个要弄清楚。好，那么这里重点就在讲这个信啊，所以他这里讲啊，信，他这里说到啊，不信者就说世事不如是。你看阿难那个也是啊，他那个比丘就跟阿难讲，不是这样子的啊，佛不是这样说的，佛是说啊，若人寿百岁啊，不见水老后的。那么他不相信阿难的啊，是不信，那么是不信相，就是不信的表象，就是说，那么这样人不认为这样，那就表示啊，所以那个比丘明显比较起来，他比较相信师父，不相信阿难，啊，是这样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不信相啊，不相信的表现出来的表象了 啊，那么信者就会说哦，确实是这样。所以他一开始是相信阿难的，后来又不信阿难了，相信他师父了。那他为什么会改呢？因为他师父跟阿难之间，他选择相信阿难，所以他回去才改过来嘛。改过来被他师父骂了之后，他为什么又改回去呢？因为在阿难跟师父之间，他后来又选择师父了，啊，就这样嘛。所以，那么这里就讲到世事如是。那么他后面有说，就好像牛皮未老。牛皮啊，那么我们知道要牛皮可以做鞋啦、鞋子啦，可以做鼓啦，做什么？那么先要让它柔软啊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没有的话，那没办法曲折，没办法弯曲啊。所以无信的人也是这样。譬如牛皮已柔啊，那个皮也很硬的嘛。那现在已经经过处理，经过处理之后，它柔软了，它可以做很多东西。那么佛法就像这样，你不信的话，你就像牛皮一样很硬，你没办法做任何东西，得不到任何作用。那么你相信的人就好像已经处理过的，那个主要就是那个信，已经具有信心的，那么就可以依着佛法得到很多功德。那这个我们把这个讲一下就可以啊。这个牛皮的比喻在阿含经里面，就是心信不信，柔软不柔软，刚强不刚强，就柔软跟刚强。那么主要的譬喻都是写白净蝶或净白蝶，就素衣啊。那么这里用牛皮比较少见。阿含经的比喻，像这样类似的比喻，都是如白净蝶亦可染色啊，净白蝶、白净蝶啊都有。亦可染色啊，就是布啦，白净或是写白净布、素衣啦啊，白布啦，基本上就是白净布，白色干净的布啊，白净的布啊，那么亦可染色啊，你要染什么都可以啦。那你已经是黑色了，我已经是黄色，其他的色又干又脏了，就很难染啊。所以你要清净，
清净性也是这样嘛，啊，就是才能够染啊，就佛法上去，你就是佛法的颜色，那你外道上去就是外道的颜色，啊，那其实就是这样，善法就善法的颜色，恶法就，那他是讲这个信心来讲。通常阿含经、杂含都是写白净碟或净白碟或白碟或净碟，反正就类似像这样啊。那么亦可染色，那么这里是用如牛皮，如柔牛皮，柔的牛皮，亦可曲折啊，可以做任何的东西啊，它是不同。但是阿含经里面都是用白净碟来形容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信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